醒啦，你睡醒啦，好可爱，他刚醒的。爸爸下车接你了。我老了。爸爸。爸爸。你醒来就知道叫爸爸。你好乖哦，你好 sweet 哦。爸爸。怎么办？妈妈抱你好不好？爸爸扭到了。爸爸，爸爸太好了。爸爸，由于爸爸扭到腰了，所以现在我抱你，可以吗？好了，得到了你的允许。为什么会扭到腰了？是真的老了。因为老了，奶奶也要。很棒。你怎么一直盯着镜头看、啊？扭到腰你就不要吃乐包了。阿花还拿着那个牛奶。等电梯是不是？回去洗澡再睡觉好不好？我们进电梯喽。这像不像乐宝自己在拍吗？电梯关门。快，那本来应该很快能自己拍的，自己给我们拍。可以帮我稍微提一下吗？它有点重。谢谢，谢谢。看看姐姐，姐姐，臭夹，臭夹。回家啦，舒不舒服？哈基米的生活。你要拿我袋子啊？但我袋子里面有很多东西哦。会摔碎有了吧？你把你那些喝完好吗？去，你给我啊！你还吹吹彩给我啊？那你好可爱呀、啊！给妈妈好不好啊？这个，妈妈先拿走了好不好？谢谢你哦，乐宝。爸爸。你喝完啦？好，谢谢。怎么了？我要去那边，对不对？我要去那边啊。好可爱，你在那里干什么？啊？在那里干什么？哦，你不要我在这里是吧？哈，我走啦。要来吗，哈基米？你是不是想洗澡？爸爸还能洗澡吗？哦，奶奶。他好像不喜欢喝这个奶哦。是吧？我们差不多要睡觉，我要双十一了。双十一干嘛？购物已经开始了啊！八点钟已经开始了。那你对啊，那怎么办？你爸爸有点傻，对不对？八点已经开始了，阿朱今天晚上八点加班呀，哥哥。
古灵精怪的做的表情，古灵精怪是不是？老公来啦！哇哇！对，它是我们家另外一只哈基米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请他喝奶奶呀，乖。狗狗是不是？狗狗。你要拿萝卜刀耍一下狗狗是吗？狗狗。你这个是友好的舞蹈吗？哦，你叫我过去给你壮胆，对不对？好。对，他溜了。哦哦哦，好好好。好，哈，狗狗，过来，布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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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好的，有好的小手，啊啊，你又要牵我去不是吧？哦，好，我摸摸，我帮你摸，好不好？是不是这样摸？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手也要摸啊？哦，嗯。哦，他害怕了，他走了怎么办？他走了。哦，你要把他找回来啊？啊，好。你叫妈妈蹲着走路是不是？哦，妈妈帮你看。Hello。你看看，你去看看，你去看看吗？哈哈哈，你要去看看吗？他是不是在里面？他害怕，好不好？我们给一点空间他，让他慢慢接受你，好不好？啊，有时候东西不能强求哦，是不是？他也是个小朋友，对不对？我们尊重狗狗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跟他玩躲猫猫吗？哦，好。我说我去我去 ，Hello， 我哇哇哇，乐宝啊不是啊啊啊胖宝说很困扰，啊哈，怎么办？奶奶，奶奶呀，你刚才喝过了我。洗澡澡好不好？洗澡澡，你去拿吧，奶奶好不好？自己去。哦，你想给狗狗奶奶是不是啊？哈，他在陪爸爸在倒水。你好想做了吧？洗澡澡还有玩具玩啊？